酸梅阿汤哥惨封最浪影帝最浪影片非他莫属。左起最浪影片表情符号电影最浪男主角阿汤哥最浪女主角泰勒裴瑞。合成图2018万0303。旨在表扬好莱坞烂片的金酸梅奖 Razzie Awards， 每年总会抢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前公布的奖名单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表情符号电影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，包办最烂电影、最烂导演、最烂剧本以及最烂目前拍档，任何两个表情符号共四奖。至于最烂男女主角则是汤姆·克鲁斯和泰勒·裴瑞翻串女生。有影评评论表情符号电影，如果有人用垃圾一词形容该片，我仅代表他们向垃圾道歉，因为比起垃圾，表情符号电影的差劲程度实在更加严重，从剧情到笑点以乏善可陈形容都是最大的尊重了。阿汤哥则是评注新版《神鬼传奇》惨封最浪男主角，而最浪女主角则是在电影《梅迪亚万圣节》Boo 二 A Media Halloween 翻串女人的男星泰勒·裴瑞 Tyler Perry。至于家有两个大 X 二的梅尔·吉伯逊，则获封最浪男配角。最烂女配角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，束缚的金贝辛格。格雷二也同时获封最烂改编续集电影。倒是获得九项最多金酸梅提名的变形金刚五，最终骑士居然一奖未得，还真是难得。